Hello， 各位早安，有功能。各位看一下，现在几度？11度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先，现在是我们大年初一，咱老兄等五仔公，大家要准备来 Kika 来，咱的徒步环岛。我们陆新郎徒步第十载啊，我们刷哥他们要为期将近2个月啊，我们今天是出发嘛，下次回来自己的时间就是我们的4月7号才回来这边。虎仔刚刚一个在除夕的早上5:15就登轿了，我们等一下是5:15阿伯来起港。全台第一顶水墨杯轿，一样是出自我们刷哥的手艺，纯手画的哦。2个月紧张吗？哪有不紧张的？加油加油！多年龙豪正点数，我们董亮先上车。可以，刷哥出发了。那现在正式出发，我们现在第一站内的喜丹，刷哥引刀。从布袋宫来堂里到现在，应该没去过吧？10年来第一次，还可以刷哥引刀。好啊，因为刚好借这个机会，在往北这个路上，可以路过我们刷哥家。家这么冷，我们流汗了。抵达第一站，刷哥家。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回家，好，我们短暂休息，好，继续出发，传承再刷个影片，接棒走我们准备要去的路，硬哦！我们现在只要从彰化市，下一站就是我们的潭子，5.5小时的路程，这段时间这段路大家轮流，完全不停，直接冲到潭子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时速大概6，因为母仔公一直在上，母仔公在赶路啦，所以他的脚程只能越来越快。后边没人对起来啊，完全对袂着。啊，准备进大渡桥。Later， 我们准备走完大渡溪桥进台中，很扯，我们花了10分钟走完这板桥。不在空间的挂楼，要紧的。嗯，要查波走来加油，暂时要加油，你是在帮自己加油是不是？我要加95哎。哎，天快亮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人在乌日，那是我们高铁站。对，我们走超远了。太硬了吧！现在在走上坡啊。目前距离我们下一个停驾点还有3小时40分钟的路程。好，我们两个从彰化站一路走上来，目前走了1个多小时，还没换人，加油！好，换班换班，继续努力。好，布袋公今天挂了。哎，说为什么有人一直在推我？没错，就是布袋公在推，直接小跑步。继续换班，继续换班。哎呀，各位，我被丢包了，超前面，赶不上，还是被拦下来了，超远的，有没有看到 ？Moments later， 啊，我们抵达中央公园了，距离我们的路程，还有2个小时。2 hours later， 各位，我们快抵达了，我们离三盟会剩下3公里。好，我们感谢三盟会，好，聘请我们北管前来接驾。历经了4.5小时，我们终于抵达我们潭子三王会。天山古宅行，性感一行用不顾旧情，性感新春快乐，用好情意再拜。这城坊呢，就是全由我们刷哥定做打造的。好，这边嘎起来冷霸湾，短暂休息一下哈，等一下继续出发。
准备出发，准备出发！啊，由我们的罗会长啊，帮我们的布袋公背出去。好，我们感谢罗会长啊，好，送我们布袋公出门。来，我们继续前进。Later。哎，我们现在抵达下一个平价点——有力脆皮猪公园店。这个老板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背着我们五台公环岛的。好，休息结束，继续出发。我们下一站是我们神冈旭月宫。感谢这位三星大德泡椅哦。我们抵达旭元宫，哦，终于！哦，我们感谢旭元宫献礼。旭元宫是拜我们 Morning 的，准备团拜啊，等一下进行我们的神跪九叩啊，毕竟我们 Morning 的地位在至高无上，行那个最高敬礼。旭元宫红波年牛吉主献噶。一叩手，二叩手，三叩手。三鞠躬，内行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在旭元宫休息吃午餐。好啊，下晡来弄两个台大。好，下午基本上没休息了。Moments later， 感谢旭元宫招待。休息结束，继续出发，前往大甲。出发，出发。3 hours later， 好，我们现在走清水啊！我们这个芦荟的车已经出现了，我们进香有这个车，这个感觉都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即将抵达大甲溪桥，准备进大甲了。这是大甲妈前哨站啊！好，我们提早走我们这个大甲溪桥。进大甲了啊！我们走完大甲溪桥了。好，感谢我们杜新堂大甲罗会炮展单布袋公。好，我们大正阳宫少小队前来接驾。感谢少小队，好，这些都是自愿前来，好，自己发愿来为布袋公跪咯，好，非常非常感动啊，非常非常感谢。好，我们抵达今天晚餐的地方，我们大厨会馆，请下去帮。休息一下，等啊，非常开心啊！啊，不过非常感谢我们大厨会馆的老板啊，因为其实今天是大年初一，他们其实没有营业的，但是为了我们布袋公，哦、啊，还特别让我们在这里吃饭。One hour later， 吃饱了，出发，一百人大家啊，再俾一百人大家给啊！我们现在。
准备进到我们大雅社区。好啊，非常感谢我们百尬楼会啊，这样全力的相助。越晚越多人啊，我们五仔公有一群人陪伴着。20 minutes later， 好，我们今天大侠的最终在我们百卡楼回到祝营中。收工了啊！里面在团拜哦，第一天圆满了。大年初二我们继续前往，好，我们第二天要去北沙墩。今天所有的成员啊，阿哥兰大家老回今天的鼎力相挺哦，非常非常感动，非常非常感谢。好啊，今天结束了，我们明天见。天渐渐光，云慢慢散，走出希望的光线，坐一只船，袂惊遐。